真相，是风作浓烟多，总是那皇上，皇上，臣还有军情上报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为大顺军前锋全将军刘宗敏派人送来了最后通牒呀、啊！念，遵旨。启禀皇上，这上头只有一行字，定于3月18日进城。办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皇上，传旨，叫所有的御林军、锦衣卫、太监、京城百姓，统统上城迎战！快去啊！快去传旨！快去调兵啊！皇上，京城守备早已发布告示，号召百姓们上城驻防，可是百姓无一响应。为何？覆巢之下，安于完乱，一旦国破，便是家亡。他们坐视不顾吗？启禀皇上，百姓们肤浅，他们还记得崇祯12年的事儿。每一次清军兵临城下，皇上令百姓上城驻防，说每人赏20两银子，到后来连一文钱都没有啊！这次他们就不想干了。是啊。那么你们把自家府院的家丁家将、奴仆下人，统统借给朝廷，令他们上城驻防啊！启奏皇上，奴才家里岂敢饲养甲兵啊？奴才寒舍里除了街道陈粮，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危亡之际，你们还如此推三阻四，好，告诉你们，朕不怕死，朕要与京城共存亡，朕要亲执长剑上城御敌。皇上息怒，臣愿随皇上上城御敌。快去召集兵勇上城助阵呐、啊！快去！快去呀、啊！走走走走走，快去呀！快去呀！快走啊！快！攻陷居庸关，北京城30日内就会陷落。朕决定，明日举兵，
有。李亲王在战。臣在。着你率正红镶红两旗直逼京郊顺义县，待命出击。臣遵旨。瑞亲王多尔衮。臣弟在。着你率正白镶白两旗及蒙军上三旗绕过山海关，直取京郊通州，待命出击。遵旨。肃亲王豪格。儿臣在。着你率正黄镶黄两旗并蒙军下五旗直逼山海关，阻挡吴三桂。吴三桂不出兵则不必攻城，吴三桂如敢出兵则不得让他进军一步。儿臣遵旨。朕亲率正蓝镶蓝两旗汉军下五旗及六部大臣还有洪先生。臣在。明日黎明出城御驾亲征。这皇上怎么着，明儿啊就要御驾亲征了，你是不是要把臣妾扔下就走啊？太妃啊，你甭抱怨，这回朕还是不能带你去。皇上，臣妾什么时候给您添过麻烦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朕想让你留下来主持后宫，另外啊，这粮草服装医药这方面的事情你也得上心，帮着后宫们多料理料理嘛，啊，不能都走空了。好啊，皇上，你原来是想抓臣妾的差，让臣妾给你打杂呀？能者多劳嘛。遵旨。哎，妃啊。嗯。朕想啊，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天，咱们就能见面了。不过不是在这儿。而是在紫禁城的坤宁宫，朕不是答应把坤宁宫送给你吗？皇上，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你是朕的大功臣嘛，是朕的那个，是朕的吕后。皇上，臣妾可不想当什么吕后，臣妾啊，只想当皇上一辈子的爱妃。去给朕端一碗酒来。好，您等着。皇上，来，喝吧。皇上，皇上，皇上！杰出皇帝皇太极，就在他万事俱备、天下唾手可得时。却端坐难抗，暴病而终，时年52岁。好。
先生，天冷，给您加点炭。好。嗯，哎，那个，你这个宫里出什么事儿了？您还不知道呢，皇上去世了。你说什么？皇上龙驭归天。问你，那贵妃娘娘呢？不知道，宫里都乱成一锅粥了，都在哭，谁也找不见谁，连小福临也不见了。哎，你等一等，我问你，皇上有没有立过什么遗旨，或者是储君？储君？啊，就是太子啊。洪大人是问大阿哥啊？不，太子不是大阿哥，太子是皇上早早就把他定立下来的，时时刻刻准备继承王位的。立过没有？好像没有。你再好好想想。真没有？不对呀，你看呐，皇上有那么多的皇兄、皇弟、皇阿哥，还有亲王、郡王、贝勒爷，这当中都没有立过吗？没有没有，哎，不，你想想，不是说这两年，就是说这么多年立过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哎，那好，你先下去吧。这是人家满人的事，我一个汉臣，万万不能够搅进去。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这个祥臣能躲在这儿写字画画，我又能躲多久？我能躲得过去吗？秦王也带回了3000甲士，他也要护灵，可不是吗？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皇上？皇上！皇上！带上来看你了。听说呀，李亲王带回了6000甲士。哦，又是护灵啊？可不是嘛，都是为了护灵。哎京师不顾数甲相争，我们明王朝层出不穷的宫廷悲剧就要在清王朝上演了。你我还有多铎，咱们三兄弟当中你的本事最大，你小的时候皇太祖努尔哈赤就最喜欢你。太祖爷临终时本来就是要让你来继承汗位的，可是让皇太极给抢走了。这十多年来我们可是一直在对他忍让啊，现在皇太极归天了，这皇位自然应该归还给你，这事不去更待何时啊。皇太极对我们三兄弟不薄呀，我们兄弟对他更是忠勇。可是说实在的，要是皇太极立有遗嘱，不管是谁我都断然遵旨。可是偏偏他连句话都没有说就这么走了。先皇不幸先逝，连个遗嘱都没有留下，我大清不能一日无君呐。你们说说吧，我现在该怎么办？大阿哥是皇长子，跟先皇有厮杀多年，战功卓著，应该继承皇位。对对对，应该继承皇位，应该继承。据臣看，代善和多尔衮两位皇叔也想一谋大业，大阿哥不可不防啊。哥，你忘了咱娘乌拉娜是怎么死的吗？那是大清深宫最忌讳的事情，17年了没人再提起他。太祖爷临终时我们的生母被迫生训，他是被一颗红绸子绑住手脚陪着太祖爷一起进入皇陵的，你还记得吗？那是谁下的命令？是皇太极。代善和多尔衮都想争位，我看多尔衮三兄弟阿济格、多铎个个都想争位，他们很可能引用祖宗先例说什么兄终弟及，既然皇兄已经先逝，那就应该由臣弟来继承皇位。先皇曾经亲口跟我说，兄终弟及这一套太过时了，早就该淘汰了。先皇当年继承皇太祖努尔哈赤之位就不是兄终弟及，而是子承父位。有这句话在，那就是先皇的遗嘱啊。可惜啊，先皇没有把它写在任何诏书里面。可是先皇就是这么做的呀，所以我们要以先皇为法，坚持子承父位，谁若是不从，那可是既玷污了太祖爷又背逆了先皇，就是大逆不道。是大逆不道。索尼老谋深算啊，如此一来大阿哥出师有名，必成大位。我记得那一年阿济格16，我15，多铎才4岁，我们不但没有了爹也没了妈，我们能靠谁？我们只能靠已经继位的大汗皇太极。皇太极对我们兄弟三个也算是恩卑备至，不断地提拔我们，还让我掌管了200骑兵马，统领吏部。可是我们都知道，皇太极的恩威是我们的亲娘用命换来的。皇太极不但欠咱娘一条命，还欠咱们兄弟一个皇位。可是据报睿亲王多尔衮好像带回来3000兵马，
那个李亲王代善也带回来六千兵马，看来这二位是想武力争位啊，我们不得不防。先皇尸骨未寒，多尔衮就想对我们下刀子了。大哥，你说句话，杀就杀，砍就砍，臣绝不手软。对，绝不手软。大哥既然带兵来，我们把正黄二旗都调回来，以防不测。如果我们调兵，人家也会调兵。从实力上看，代善亲领的正红镶红两旗，多尔衮带领着正白镶白两旗，大哥握有正黄镶黄两旗，这样算来，我们两旗的兵力比他们四旗还是稍弱了一些。不，镶蓝会成为我们的盟军。旗主正亲王吉尔哈朗一向是支持大阿哥的，还有蒙巴旗。我监管户部多年，我对蒙巴旗一直在军饷上很照顾，关键时刻他们肯定会支持我。找我，这回我们就不会比他们弱了，兵力方面占了上风。大阿哥下命令吧。对，下命令吧。多尔衮，咱们兄弟就属你的功劳最大，这次如果你不继承皇位，只怕这十多年的悲剧又要重演。一旦让豪格当了皇上，别说是咱们三兄弟，只怕这两旗的王公大臣也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说不好我们都会被他整死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皇太极立有遗嘱，不管是立谁，我断然遵旨。如果不是，为了祖宗的江山，为了大清的千秋大义，我多尔衮就当继承皇位。对呀，对呀，继承皇位，继承皇位，继承皇位。好了好了，大家都起来吧。你们听着，想争皇位的不只是肃亲王豪格一位，很可能还有李亲王代善。我听说他秘密带回了六千兵甲，请哥哥下令，我立刻把两旗人马都召回来，正蓝旗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是是是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意轻易动刀。如果武力争斗在所难免，我们也要以死相拼。我再问各位一句，你们是不是铁了心支持我继位？是是是啊，是啊，大哥如不继位，我等性命难保。大哥非当皇上不可，谁敢说不，我宰了他。对，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一保大阿哥登基，万死不辞。谢了。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登上皇位。王爷，李亲王说派一位代表前去三官庙议事。议什么事？说是关于护灵的事。下去。这只是一个托词，他实际上是想摸一摸各亲王齐楚的底。那我去吧。那就有劳大哥了。先皇骤然仙逝，大清不可一日无君。咱们呢，闲话少说，三日后先皇的灵柩就要起行，由谁来统领所有的王公大臣拜灵主祭，请大家议一议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李亲王的意思是由谁拜灵主祭，谁就是继位之君了。各位王爷，我们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和王公大臣，大家商量过以后，一致认为李亲王代善德高望重。早在太祖爷时，他便是四大位了，
先皇当朝也是众亲王之首，我们正红镶红两旗立拥李亲王代善，统领各旗旗主为先皇拜领主祭。李亲王领衔主祭，本王并无异议，只是这祭灵之后就要继承大位了。恕在下斗胆直言，李亲王年事已高，恐不太合适吧。这两白旗的王公大臣以及本王都认为，无论遵从兄终弟及的祖例，还是按照对大清的功勋而言，睿亲王多尔衮都应统领各旗旗主，先行祭奠皇帝，之后再登大位。先皇生前曾经说过，兄终弟及的规矩实在是太古老太落后了，应该是子承父位。先皇登基时就是以皇太子之尊继承太子爷之位的，先皇此举大清之律。我两皇旗王公大臣力举肃亲王豪格以皇长子之尊继承皇位。索尼，都别说了，请大伙儿来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各家亲王的意思，同时呢也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别家亲王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也就行了。同时让你们带回本王的意思，本王建议明天一早各位亲王各旗旗主六部尚书及所有的王公大臣听长管为号，全都到崇政殿来，以当庭公议的方式推举当今之君。你们觉得这样行吗？遵命。还要让你们带一句话去，眼下各方虽然是势成水火，万万不可动刀兵，谁动武谁就是大清的罪魁祸首。这先皇龙御归天了，我大清不可一日无君。今天各位亲王各旗旗主以及各位重臣都到，让我们在先皇的棺椁之下，当着祖宗的在天之灵，竭诚推举大清继位之君。应该肃亲王豪格是皇长子，他为大清立下了赫赫战功，肃亲王继承皇位是顺天理合祖立得人心，日后定是我大清的一代圣君。没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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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王多尔衮，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政绩战功，都在肃亲王之上。
天聪十一年，太祖爷临终前，原本就想立睿亲王为大汗的，后来皇太极继了位，只怕正是天意吧。多尔衮一直忍让，这二十年他忠勇超群，立下赫赫战功，他才是我大清的第一勇士。如今先皇归天了，皇位理应还给多尔衮。正白镶白两旗全旗大臣竭诚拥戴多尔衮继承皇位。先皇的长子理应继承皇位，现在我先皇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谋权篡位，篡位的人是你，皇位本来就是多尔衮的。哼，你敢对大哥无礼吗？你不好，多多要动武，来人呐！好了，都住手！当着先皇的灵位，你们不可放肆，你们。滚！李亲王代善有令，任何人不得动武，违抗者杀无赦。这样吧，本王建议公益立军的事暂缓两个时辰，你们回去喝口水，消消气，再冷静地想一想，两个时辰以后再来商议。你们看行不行啊？遵命。娘娘，额娘，娘娘，九阿哥昨儿在灵前跪了大半晌，把腿都跪肿。娘娘，明儿出殡，九阿哥不去了成吗？就说他病了。不行，就是跪断了腿也得去。你说这小小的娃都快给他折腾死了。这才哪到哪儿啊，苦日子还在后面。姥姥，你看见洪先生了吗？洪先生好像在林子里读书呢。你把他叫过来好吗？不过旁边要是有别人的话，你就什么都别说，回来算了。是。洪大人，您进来。哦。洪大人。臣洪承畴拜见娘娘。快请进吧。洪先生，我害怕。娘娘，在这种时候谁都会害怕的，包括在下。可是你不会死呀，我和福临，我们俩闹不好就会死的。娘娘您过分忧虑了吧。十七年前太祖爷归天的时候，大妃和陈妃就被迫殉葬。大妃是太祖爷最宠爱的妃子，就像先皇待我一样。陈妃就是我的亲姐姐。嗯，这么说你们是姊妹两个人都分别嫁给了？分别嫁给了父子两代的皇帝。我知道这在你们汉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我们满族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规矩。而且当时我们都是欢天喜地的出嫁呢。洪先生，我不怕死，但是我不想死。
如果我死了，那六岁的福临不就成了孤儿了吗？娘娘，说心里话，我很想帮助你，但是作为一个汉人，理当回避，尤其是在这种事情面前，汉人多说话，那岂不是自取其祸吗？洪先生，我知道这事为难你了，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问问你们汉人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大明更换朝代的时候，那些后宫的妃子他们是怎么自保的？洪先生，请你放心吧，宫内无人，墙外无耳，你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娘娘，我说了，我真的不好说什么。洪先生，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娘娘，你千万不要这样。洪先生，我现在和福临，我们俩已经是孤儿寡母了，我们俩的生死荣辱都将取决于朝夕之间。我现在万般无奈，心乱如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洪先生，难道你就坐视不顾吗？娘娘，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心乱如麻，你在外表上也应该从容自信。娘娘，您看，其实往往越是危机的时候，那就是机遇所在。现在大难临头，您逃是逃不掉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您不如因势利导，接力相争，争生存，争未来，争地位，去争个鱼死网破。怎么个争法？娘娘，我想问一下，比亲王代善、对亲王多尔衮还有肃亲王豪格，在这几个权势最旺的亲王当中，哪个对您最好？都还可以吧。不过，睿亲王多尔衮对我好一些。嗯，怎么个好法？这……如果娘娘有难言之隐的话，那么臣就告退了。哎，洪先生。有一天，我丢了一块手帕。当我回去找的时候，我看见睿亲王正拿着手帕，他在闻那块手帕。这件事情，您告诉先皇了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告诉先皇呢？这些事情谁都不知道。你没有告诉先皇就好，这件事情您做得很对。那么就是说，睿亲王多尔衮对您早有爱慕之心，慕容含情，而您对他呢，也有遮羞相助之恩，对吧？是我。这样，娘娘，您马上给多尔衮写一封密信，您这封信一定要写得悲伤一点，也写得多情一些。您不要怕，我相信他一定会帮助你，而且他也一定有能力可以帮助你。好，那我这就写。好。干什么？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走！你们快！
你们要给我带点东西。大哥，多尔衮是铁了心要争这个皇位，我看这件事情是难以善终的。代善的态度是含糊不清，也不知道他想站在哪一边。是啊，依我看，我们还是抓紧调兵，以防不测。代善的兵已经把京城各个路口包围了，不许出入，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看只有公义的时候下手。对，不行，一旦动兵必然会两败俱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兵。我们除了动兵之外就没别的办法了吗？待会儿重开公议的时候，豪格肯定不会让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不得已我们就带兵离开圣京，另立朝廷。不行，即使闹到要分裂的地步，这个头也不能由我们来挑，因为谁挑这个头，谁就会被孤立。哥，我看这事三天三夜都摆不平，关键时刻还得凭实力说话。你的功劳比他大，权力比他高，我们的兵马也比他们多，你就不要再犹豫了，下决心吧。我估计他代善最担心的是八旗的分裂，八旗旗主之间如果刀兵相争的话，损害我大清的实力，这才是代善最担心的。而我们呢，只要态度坚决，代善未必敢支持多尔衮。但是如果多尔衮他不退位呢，那代善也未必敢出来支持咱们的。现在的关键是他们死死地咬着子继父业，我们坚持的是兄终弟及，这两种说法现在是互不相让，现在就要看各旗主怎么说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即便是我当不了皇上，也不能让豪格当，因为他根本就不配当皇上。这一点代善明白，他非常清楚。边水里